欢迎来到美丽岛站。那我们昨天没有补到分数，我们今天先上大家的分数。那昨天第一名的分数是谁呢？是谁啊？佳敏佳是一分，好可怜啊。两分，两分。第三个是一分，我们931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？这一定是记错了。是你吗？931一定记错了，怎么可能这一分？真的只有一分啊。那我们的微微，微微两分。那最后两个没更小两人组，没更小三人组三分。那我们继续往下一站前进 ，Let's go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西子湾站。玉点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鸡蛋酥。我要跟。好，原本只要是对了。我们这一次是双麒麟，冰什么双麒麟？可是我们根本不会念，所以我们还是用扫描的。我觉得麦克，我们输一场，今天不能输。我们抽到的是玉点茶，等等，拍给大家看。我们先赶路中，对，对吧？这是在找什么鸡蛋酥？刚吃口水，念念，不能喝。我估计要怎样？它是很像双胞胎那种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双胞胎里面有馅料的那一种，就是很像甜甜。好，换我吃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他刚刚没有吃到馅料，他太不对。它的皮有点像那种菠萝面包，很酥，很好吃。好吃哦，好吃。拜拜拜拜。我们到了，我们是第一个回来的。我现在只要赶快把它吃完，我们是第一的，累死。都是汗。蛮好吃的。一只七十，一个七十块。我们点的是超浓可可。对，它一天会有两，它一天会有两种口味。对呀，它都是黑的。是吗？哇，没吃完不算第一名。你呢？很可惜，我们拿了第二，因为我们还没吃完。我们要吃完了。西子湾站结束，第一名是我们931，是，我觉得好像是确实说可以的，对啊，三分呐，麦利亚尼呐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败家犬的脸，第一名是谁？谁？越南泰始，我第一次输分，好甜，我还要等公分。931，3分，那我们的吴仲威是2分，然后子豪是2分，不要给我一分，那到了，我们的日语是1分，那我们结束这站，我们准备到下一站 ，Let's go。这里是盐城谷。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七次的抽签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嗨一点？耶！好，好。那神仙帮，耶！哇，这个分贝好高，这个超高音哎，我的天哪 ！OK 哦，这个 OK 很明啊。我进来，我加三万。这两个我跟神仙帮，这两个都一样好。神仙帮，对。哦，要蛋饼，我们那个蛋饼组哎。我们要一组了，我们是水煎包。来这只只手要再拐个弯就到了。抽到那个带蛋饼，那我们又是蛋饼，这是一组吧。我希望可以第一号礼拜三休息，因为我们原本是礼拜二。那我们要去找一间，我们找最近的，好，最近。我原本想说找最近的是刚刚有一间动画，因为又是我们集合的站站，但是动画没有开灯，所以然后刚刚这样吓到我，他一个傻眼，他刚刚的脸就是，好，我们现在再继续找，赶路中，等一下再带你们去吃。
好吃的，拜拜。人家他们已经冲进去了，没关系，我最后冲，但是不会最后回来。这次又跟敏佳一组了，我们这次冲到的是我很幸运的冰淇淋，那我们一口就吃掉了。我们决定来吃这一只，这一家紫藻味，它是有卖甜的，然后有卖茶饮，然后也有卖那种咸的，但是都是古早的。应该主要是卖什么威灵糕。我们到了宝超野，这次的 partner 好索契在这里，耶、yeah, ！第一在这里。耶、yeah. ！哦，杏仁冻，杏仁冻，对，我们买杏仁冻，我不敢吃杏仁啊，可是我还是会吃啊，因为是任务啊。我们还是都会，都是会吃的，跟我们会吃的。其实它的杏仁味，它是有，但是我觉得 OK， 因为它吃起来都刚好，是豆花而已啊。先讲，我们要跑回去。究竟我们会不会是最后呢？一定最后啊，一定到了。可是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呢？这是我们的错觉吗？又是第一名，是不是？烟尘普战，果不其然还是我第一名。下面现在第几？最棒的最后第几？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一啦。还有啥？我的伙伴一定是三分啊，我也是三分啊。乌龟，乌龟，威是一分，谁叫他跟到倒霉的名家？然后你刚刚那条又看到名家走，你直接插名家耳朵哎。那我们要到五块处哦 ，Let's go。新义国小啦，先去新义国小。嗯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新义国小，一二三，中。这也是信义国小站，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九轮抽签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你先往右边看这两个，这一定会中保鲜膜的。不会，一定会中保鲜膜。我两个三分，我就不信我会中。保鲜膜，我先看这个。我跟敏佳第一名，我们的小敏，六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次又是跟祖腾的哦，祖腾。祖腾带你吃奶油，快快快！我跟敏佳的很近，看到了。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那里就是了。我们到了，蛮快的。等等，我们那个黑糖，我们快吃完。黑糖。我们跑到了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休息，我们找其他的。我们走，近一点的。他在那里排队。黑糖馒头。好。我们选的很近的。OK。很惨啊，他们在那里而已。我们买到黑糖了。这个也行。我们买到黑糖了。我们第一名。很干了，很干。我们下一个，这好深啊！我们快到了，努力把它吃完。没错，只有够爆干干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！你看。吃完了，嘴巴，嘴巴耶！我们第一第二耶！一个大馒头，馒头吃馒头，黑糖吃黑糖。你看我可怜的组员。现在新义国小第九站，最终赢家当然是，但是我啊，不可是你们啊。像你家自己讲几分？对，臭屁。新义国小两分，江敏佳。
嘉欣几分？一分。罗晨几分？3分。威跟我一组当然是3分啊。两个黑人。那子豪是几分？1分。子豪一分。双胞胎。子豪双胞胎1分。那我们玉如是两个白人，玉如是2分。1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到最后一站，我们快速了，第10站，我们一起走吧 ，Let's go。欢迎来到不快错。那我们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抽签，这是最后一轮的，我们要决定谁要被惩罚。我们给分数最后的先哦，先让他选队友，只要跟威，只要跟威。我们一分钟，他现在休息耶，休息，休息好，休息，请你找一间，我们找附近的。淡年哦，米糖哦，淡年哦，不要哦，请跑步哦。那组已经在偷跑了，他们跑了。我们等着用跑的，为了赢最后一分。有够远的，超级无敌爆肝嘞。我们找这个，还是要开的，你要上火都可以，好啊，好，吃汤圆。我有点想吃，我还想做汤圆。阿姨，我温得二啊，温度啊。好。好，你先拿，我先吃。可以问，你好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走超远套了，哦天哪，希望不要最后一名。是我们的真假。我希望我们第一个，我们现在第一个，快点，我们要把它灌完。不应该加汤圆的。什么？不应该加汤圆的。因为比较饱吗？我蛮渴的。小心扯错很多。我们可以第一个回去了吧？汤圆太多了，还是等超过汤圆的。完了！怎么可能？我们先到了，你们还在吗？还在吗？还在吗？吃完了！我们还在！我们先结束了，我们等第三组啊！拜拜！人物，他们都回来了。我们这一站的总结，第一名是青汉紫藤，青根紫藤，青根紫藤又是第一名的，轻轻松松。对啊 ，Piece of cake。哦，是的蛋糕呢。我跟玉如2分。哇！所以我才宣布，正式宣布。这次的实战熊二甲冠军得主是罗子腾，没什么啦，讲先透露一下，我们这次的惩罚，必须在这次改成瑞丰夜市，我们必须在瑞丰夜市进行我们的保鲜膜冲破。保鲜膜啦，然后来公布一下，我们要来进行惩罚的人是谁哦？那谁家？第一个，刘子豪先生，欢迎。第二个，就是我。欢迎来到6合夜。因为我们瑞丰夜市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到6合夜市那边做惩罚。你看我手上这是什么？保鲜膜。保鲜膜。今天要惩罚的有谁？站出来！站出来！我一直待会出来。你能帮你出？我们来请第一位挑战者张敏佳。好，1、2、3，走。就没有形象，你看这样子还得了？挑战者2号哦。会有人因为他这样就不会喜欢他的，可以放心了。3走。你快到吗？我已经没有形象了。他是超甜蜜。你看呐、啊。
那我们来重播一次饼干画面。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实战熊和甲在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